哦，啊，该去做发型了。哦耶！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凯莉。今天凯莉又和小凯莉一起玩游戏了。那小凯莉，我们今天玩什么游戏呢？嗯，这是什么？面包超人的什么呢？我不懂日语，你可以跟我说一下吗？啊，面包超人投篮游戏，那我们现在要不要开始呢？开始吧。哦，小凯莉，这难道是传说中的投篮游戏吗？可是这好像没有那个洞可以掉下去。难道是说我们一个人有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个球，然后谁在这个里面球最多，谁就赢了比赛，是不是？啊，可是小凯莉，我们一次都没有玩过，可不可以试一下呢？嗯，我先试一下啊。小凯莉，你一定在家练习过，所以你今天才跟我玩游戏的，对不对？以前你都是输我的。哦，球在哪儿呢？哦，我的球。哦，谢谢。那，小凯莉，我觉得你一定在家偷偷练习过。那我再玩一遍。啊，那这样子吧，我们这一盘呢，谁弄得多，谁就先开始游戏，这一盘就当我们练习，怎么样？哦，那你已经玩过了，那我再玩。哇，我一定是这方面的天才，继续。哇。拜拜。哦，哇，小凯莉真的是不得了了，现在已经玩游戏玩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了。那我来啦。哦，没关系，小凯莉这次看我的，走啦。哦，小凯莉继续。哦，我要抓紧了，这个一定要进去。一二，小凯莉，最后一个喽。好吧，那该我喽。一二，小凯莉，我们来数一下，我们这里面有几个哦。小凯莉，这是最后的，你没有进去的是吧？不能放在这边。那我们要数一下这个篮子里面有几个球，可以放在旁边。哦，那好吧，那我们拿下来吧。小凯莉，我们这次谁赢了呢？在试玩比赛中。哒哒，哦，看起来数字好像差不太多哎。这红色的是我的，绿色的呢是小凯莉的。那一个红色的，一个绿色的，小凯莉一共1、2、3、4个球。对，我呢1个、2个、3个。哦，我也是4个。哦，你们刚才在比赛吗？没有啊，我们只是为了想要定谁先开始比赛，可是我们现在评分是4比4，一样的分数怎么办呢？哎呀，很简单呀，你们石头剪刀布不就好了吗？对啊，可是我不想跟小凯莉石头剪刀布，每次小凯莉都会赢我。那你们先石头剪刀布吧，然后我做你们的裁判。喂，那小凯莉，我们一起石头剪刀布，那谁赢了谁就先开始投篮，好不好？
那我们现在石头剪刀布，但是呢，这一次呢，我们的手要举过头，我们谁都看不见，让石头剪刀布。耶，赢了。那我先开始，我们先把球放回原来的位置上面。这是小凯莉的，这个呢是我的。我要开始哦，一、二、三、五，我很厉害，小凯莉。小凯莉，你开始。五、一、二。哦，啊！这次小凯莉好像要赢了。一、二。哦！是赢了，是进了，不进，好，这怎么办呢？评委，这怎么办呢？刚才是谁把这个球给弄进去的呢？我觉得小凯莉输了。小凯莉，因为你刚才把这个球弄进去的时候倒掉了，所以说这盘算不算你输呢？那我们再来一盘好不好？重新再来一盘。这次谁输了，那就是真正输掉了。那我先把它装上去。哦，杰凯莉，你先把球给放上去。当！那这一次我们是最后一盘哦。如果谁投进去的数量多，谁就赢了。好啦，那小凯莉。刚才呢，因为你把这个篮给倒掉了，所以你先开始吧。哦，哦，哇，这次小凯莉真的是好厉害啊！哦，嗯，我要加油喽！一二三，赢！哦，哇，哦，嘿，到我了！哦，哦，小凯莉这次千万不能进，我小凯莉最后一个了！不是我吹掉的，我最后一个了。好像我们俩差不多，哎，我们要不要数一下？小凯莉，你觉得这一局是你赢了还是我赢了？我不相信，那我们来数一下吧。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四个，我呢？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啊？哦，那怎么办？这一次我们又是平局。哦，哎呀。那你们这次同时投球，然后谁进得多，谁就赢了。你们看怎么样呢？哎，好主意耶！那我们这次同时把往这里面投球，谁赢了的话，就买好吃的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先把球放回去。嗯，我的球呢？那现在你们开始游戏吧，我数一二三，同时进行哦。我一定会赢你的。嗯，一、二、三，呀呀，一，挥，嗨，啊，嗯，啊，那这不能怪我呀！啊，我还有一个哟。一二三，啊！
子，我们到底谁投的更多呢？小佩丽，是你还是我呢？我觉得好像是我呢。那我们要不要来数一下？先把它拿出来。五，好像看起来差不多呢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不可能！我记得我明明比你多一个呀。那怎么办呢？那这一次我们还是平局。裁判，我们怎么办呢？我也不知道。哎呀，不管你们了，走了。裁判都走了，没有人管我们两个怎么办呀？那这样吧，小凯莉，这一次呢还是我们的友谊赛，那我们一起去买好吃的，好，怎么样？走吧。今天凯莉跟小凯莉一起玩了游戏，大家觉得怎么样呢？大家一定要记得友谊第一，比赛第二。那下一次凯莉会跟小凯莉一起玩更多好玩的游戏，拜拜。